我们吃了吃了。哦，我都觉得苏沙一世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也我感觉你长得没有以前好。我好像要需要补一补。哎，不知道变臭了，我感觉没有没有变臭。宝宝奶奶来看你喽。来给奶奶看看宝宝。那我怎么看？看那大步。对，小步步去看。这要买点那个排骨。我跟永刚说过了，我说要买点排骨，要炖点汤。我们买了。今天买了。1.5公斤，花了3卢布不到。因为老妈妈不是说的吗？最好是买点那个新鲜的鱼。永刚说，不容易买到。他说，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看看哪里有的，还是现在估计没有。不知道，应该有的。一般都上午卖，卖完他就走了，我估计。也不是，明天也，哎。明天也可以的，因为买一点的跟永刚说的一样，买点那个新鲜的，把它弄好了放在冰箱里面，有时候吧弄一条出来，然后嘛再弄点买一块那个豆腐煨汤给你吃，吃了你也好嘛，宝宝也好啊。妈妈老看见你都觉得你蛮憔悴的，就是妈妈都心疼，就是看起来不是很有精神的样子。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好。主要就是我那天也跟永刚说的，我说他跟你阿姨家的跟妹妹比，我说我都觉得我都好心疼你。哎，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变臭了，不漂亮。我哪怕是化妆了，我觉得不漂亮。不知道，可能我真的怀了女儿。怀了女儿，所以变丑了。其实也没有丑，其实我觉得臭了，脸上都是痘痘。哎，痘痘，今等生完宝宝之后，他就可以弄原来那个大姐姐丽丽姐姐脸上全部是痘痘。后来她吃了什么东西，吃了中药也是什么东西。结果你要是生了宝宝之后脸上还是有的话，然后你要是到中国来的话，妈妈就问她去配点那个来排解。啊，那没事没事，会生孩子以后肯定没有了。好像原来你没有，就是的，原来没有这么多，肯定的。现在是都是荷尔蒙的问题，没事。哎，暂时的事情，就是感觉，哎，如果我好像是一个月以前这边都是痘痘，然后现在是在这边都是痘痘，不知道还要哪里长痘痘。屁股上还没有痘痘，已经算不错了。敢直问你痘痘？要是有的时候嘛呢，经常问我妈妈什么东西，就是我为了就是关于宝宝的事情，你就多问我妈妈啊，问我苏珊妈妈，因为妈妈又不怎么跟你们那边又不怎么想通。小叔叔的那个老婆是也是怎么讲，牛人的医生怎么说？妇产科医生。就是小叔叔的那个老婆，他提前告诉我说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联系一下问一下，所以我有什么问题我也问他，因为他自己也生了孩子。对，他应该也好。对，我想弄这样妈妈就放心。我想弄个搞笑的东西。弄吧。买白俄罗斯奶奶。有大妈，白俄罗斯大妈。对。那边天气热不热？不热，但是舒服的，已经有这个，也不是说快夏天的感觉，但是现在已经好了，舒服着。20度低一点。很舒服，蛮凉快的。那个头发弄一下，永刚那个头发。没关系。他今天没洗头发。没有头发了已经。没有头发就不要麻烦，就不要花钱剪头发。在下面睡觉。就是。
妈妈觉得吴的发型怎么样？搞笑，蛮好看的。妈妈上一次你不是把那个小叔叔家的女儿照片拍发给妈妈的吗？妈妈好可爱哦。他们说你家今后生了宝宝，你家宝宝也肯定比她还要漂亮。他说，对，我说不知道，我说肯定也漂亮。我说混血一般，对，混血一般很漂亮。就是，总归只要健康，妈妈只要健康。对，我们也这样想，主要的是健康的。嗯，哎，到时候只要你跟宝宝安安全全的，妈妈到时候就放心了。哎，肯定会安全，什么都不要担心。妈妈现在不在你们一起，妈妈天天老是好像老是觉得舍不得苏珊。就是因为我妈妈，我的妈妈白罗斯妈妈也这样说，说中国的妈妈离你们很远，肯定会有很多担心的，要常常说要放心放心。哎，真的没什么问题的，加上我这边用怎么讲，用自己的母语跟医生说，所以什么都懂。可能是在中国，要是在中国的话，像你们，像你跟永刚，都要上那个孕妇课的，都要去上课的。我们这边不要，但是如果想的话可以去。如果是爸爸跟妈妈一起生，就是妈妈生的时候，爸爸陪她陪产，那就陪。那就需要爸爸也需要学提前上课，提前上课，因为到那种情况的话，跟中国差不多，是的，跟中国差不多。有时候呢，等宝宝，有时候呢，好像就是一天嘛，要跟宝宝听音乐啊，听唱歌啊，有时候嘛要讲故事给他听啊，都，苏莎的意思是，如果这个爸爸要陪这个妈妈进医院里面。生孩子要提前上这样专业的课，为了让爸爸提前知道在哪种情况下爸爸需要做什么，需要面临什么东西，是这种课，并不是说孩子生下来或者是不是你说的那种。那就是还没生下来的前，就是孕妇在怀孕的时候她也要上课的呗。对，中国就是说准妈妈我不知道是上了哪一门课，就是说总爸爸总妈妈他们都是先要上课。明白，我估计也是一个意思，对吧？因为可能国内就是说之前没有，就是小学啊什么没有这样的课程，大家对于这个生孩子完全不知道就是什么情况。你们可能之前已经在学校学习过，对对对，但是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可能去什么培训中心啊去了解一下。明白了，我从小的都先带表妹，然后带表弟，然后对，最后是我带了那个表弟，所以我什么都知道，有经验，加上我自己很喜欢小宝宝。永刚你们要是去买那个鱼，买新鲜的鱼，不要买鲤鱼，最好是买那个马锦鱼啊。买鲫鱼呗，想的，就是不是 club， 你 carp， 你 carp， 啊 другая рыба， 可可，называется забыла как， 我也忘记了，知道了，对，我也明白了 ，карась， вот， карась， 啊，对对对，我们这边叫 карась， 就是就是妈妈就是说叫不要买那种鱼。对吧？对对，要买好一点的鱼。要么今天上超市去买水果的鱼啊。今天买了苹果，前天买了叫什么？番茄。不是番茄，猕猴桃。我的，对这个东西。你们那边西瓜还种还没有的吃？有的。有的种还。但是不知道，现在太早了，我怕吃这样的西瓜。不是我怕，是我怕。我怕。对，
我怕。对。哎，妈妈能听得懂我说的。那我为了让你更好的、准确的说。每一次看你们的视频，妈妈每一次看你们的视频，妈妈都一边看一边笑。真的，我说我家儿媳妇讲话真讲的中国话真的一流，真的好，讲的很溜很溜。哎，不知道。真的佩服你。又自己没夸奖自己，还有谁夸奖你，对不对？肯定的。嗯，真的好的。今后我估计宝宝生下来，我估计大多数都是普通话嘞。普通话，哎，普通话，普通话可以，儿龄话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也要俄语啊什么的。俄语也要，肯定要。两个母语，这样他会怎么讲？长大了，他就能听得懂中文、中文、俄语、英文。如果学习的话，二零华四个，不错，好聪明。